的特助，你怎么在这？现在你就是要把所有的事情都送来我这就对了。我今天一定会跟老板把这行李讲给我听。事实就是大饼要欠给你爸爸拿走啊。你跟我说你没得到好处，我不是。是怎么你一个这么大委屈，都要自己人吞了巴肚来？我还在期待什么？心态也不会叫来啊。你别再说啊！金明，我爱。三立台湾台30周年大戏《天道》。